Thank you.
还能不能再爱？谁都难说。
Come on.
出发一路提心吊胆，只因为不想受伤。如果不爱了就别勉为其难，虽然我也不想说声再见，用手画出的圆却从不圆满，独独缓解一个人的狂欢。如果留不住就别勉为其难，就算痛也不让自己难堪，总想有人去管别袖手旁观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。
完你就再离开，是为了模仿。一出门不小心哭的那幅是谁的书画？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，多么不耐心的模样，都应该点点舒服再出门闯荡，才会有人热情买账。I
All these chicken.